贵公司的账面数字不合理，但我们已经有多次的诟病的成功经验。贵公司现有资产并不像财务报表所说的有那么多的账面价值。妈的，哎，妈的妈的，操你妈的啊，不是，错的妈的，错的妈的，我主席有话要说。以为我骗你们钱呢？这地方小的人呢，心眼就小，能不能大气点？我々は今の現状を理解しています。我々はあなたの会社を買収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す。我说宫下先生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究情义，也讲究面子，这一来二去的都好几个月了，光泡澡就泡了十好几次了吧，他都脱光了还不够坦诚啊，就差关帝庙烧香拜把子了吧。哎，老板，要不要叫王秘书先安排一下啊？你如果怀疑我们的财务报表，可以随时去查。奉陪。你如果要是逗闷子的话，我可是没时间的。我々には誠意があります。我们一定是有诚意，健全なる企業を目指しています。しかし、あなた方の不合理な点を見過ごす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如果能削减一些最好。你说的那个问题，我们已经开始处理了。これは。该减的减，该裁的裁。对，听说宫下先生心脏不大，等一下我请你喝我亲手酿制的雨露散神酒。哎，这是我的祖传秘方啊。これ酒は体によくなります。これは先祖の秘密です。哎，这是谁呀？干嘛？他们日本人喝酒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成功集团是要尊重别人的习俗。わからない。初めてです。不是你愣着干什么呀？给宫下先生倒酒啊！这什么习俗啊？这个也许是我们的习俗。嗯，走一个。いい酒だ。谢谢。今回のお招きに対して感謝して。非常感谢贵公司的招待。次回の土曜日に決着をつける。我们星期六再做最后决定吧。好好好好。最后再等你们两天，想明白了啊！楼盘的资金链已经断了，这两天我右眼老他妈跳，两宿都没睡着觉了。哎，第一批裁掉的那些人没闹事吧？哦，放心了，已经安抚好了。第二批裁员名单，哎，很快出来。我安排的怎么样啊？专门叫他们在温泉里面多放了些硫磺，一泡啊，日本人就晕了。我说我怎么也晕了呢？啊？妈的，以为你们山口组呢，还纹身。哎，下次你们的着装都统一啊，妈的气势上不能输给小鬼子啊。对，啊，找个婚庆公司好好给策划一下。好的好的，这个事情啊我来安排。到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讲什么情和义了，不行的这一个部门全都给我滚蛋。好好好好，这个事情我来安排。嘿，老板，知道鬼子图我什么吗？当然是我们家祖传的雨露散神片啦。这时候人心惶惶的，我怕出叛徒，保不齐会有人铤人走险。你这两天查查吧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做，老板。明明是抗议，为什么都跪着呢？
相手はとても謙虚です。彼は身分を隠すのできない。確かにエスだと思います。彼は元気があんまり必ず先にやります。私の家系は代々不眠症で、そのために祖父も死のうとした。この薬で命を取り留め、私たち家族も救われた。彼が製薬会社を作ろうとした目的は、この薬を作ることだった。しかし、財政的に極めて緊迫しており、これを立て直すのには、極めて不安だ。原材料の酸素だけではなく、生産設備の材料のね、品質にもこだわりありまして、あと少しです。逮捕のこと。あと少しです。本当だ。100万ドル、一括、払ってやすすき。保険もするだよ、どうですか。最後の階段を前に確認をしろ。それから S にすぐ連絡をするんだ。はい。您这就可以把东西放进去了，然后关上，再拿着纸条往这一对，又打开了，东西又能拿出来了。您自己试试。哎，杨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正说去找您呢。您别骂人呀。不是我们故意拖欠，公司正在资产重组，厂子就算真不在了，不还有我们吗？好好好，好，好，找我，找我，好嘞，哎，您要拿着纸条，往这对，才能打开。这纸条您得收好了，要是掉了，东西就取不出来了。东西只能存一天的时间，别忘了拿，啊，是不是我们哪做的不好？还是我们的产品哪有问题啊？哟，您不负责这事儿啊？行行行，那麻烦您把刘主任的电话告诉我。有纸笔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好嘞好嘞好嘞，您说，您说。进来，老大，这份您签个字，我给阮总送过去。还是我去吧，谨慎点。阮总，您忙正事，我先出去了。阮总，这是您要的销售计划报表。我觉得一些西北部的……哎，老林，成员名单马上就出来了。你也知道，这只是我敲敲键盘的事情，不要瞎打听，不要乱说话。还有，你以后进来的时候。麻烦你敲敲门啊。有种感觉，睡不着也醒不来，就好像是飘着。老跟人说这药的效果有多神奇，结果对自己却没用。你说我是不是个骗子，一直在说假话。放松，
睡觉是人的本能，该睡觉了你自然会睡，不要焦虑跟恐惧。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失眠会死人的，回头我教你一套调理气血的方法，闭上眼睛想想老婆跟孩子。再给我拿点药啊，上次开的快吃完了。再好的药吃多了有副作用，当心哦，脑子会坏掉，放松吧。马大夫，过十分钟后千万记得叫醒我，部门加班还有个会。即使睡五分钟对你也是好的，知道达芬奇睡眠吗？眯一会儿就有精神。爸爸给你买艘船好不好？哇，爸爸超大方。爸爸你是吹牛的吧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老大老大，开会了。这个世界上有97%的物质是我们人类看不见的，顺其自然，不要强求。这不好说，手机的信号是开放式的，一定有能量的损耗，回头我用座机效果应该会更好。好的，就这样了，我还有病人在呢。在用餐吗？阮大志不会吃我们厂的，自己的贴身秘书，大家都看着呢，是集团董事会的王总。上回我在星光天地看见他和安琪儿了。我觉得吧，他俩也不是没可能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老太来了。进来，这里边啊有10万，我合计了一下，从我老婆看病到出殡管你借的钱差不多就是这个数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下个星期我就不来了，辞职报告已经递到人事上了，第二批裁员名单都还没出来呢，我保证2个月后让你正常退休，踏踏实实拿养老金。不是要向后延了吗？再说阮大志一直盯着咱们部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一次坐电梯我顺手摁了一个下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要上。你想太多了，我听说他和那个南琪儿有一种道不明的关系，这种人啊我见多了，心里头总想存有什么念想，兴许他这种念想会存到电脑里。你真想太多了，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周末嘞，该回来，老婆还等着嘞。我听说，他和那个南琪儿有一种道不明的关系，兴许他这种念想会存到电脑里。不要瞎打听，不要乱说话。还有，你以后进来的时候，麻烦你敲敲门呢。得给自己
留条后路。应该收到了吧？明天是一点钟的交易，我想再跟你确认地点。喂 ，S 先生 ，S 你逃げられましたか？やっちまいますか？やっちまおうと言っても
一体誰をやったらいいね。そうやな。誰？丁坚，应该收到了吧？明天是一点钟的交易，我想再跟你确认地点。S 샴のやら怖がっている。長がれに戦学気はない。取引は事故だ。あいつ手付金を騙し取ろうと思ってるちゃいまっか。ちょっと警告しまようか。やつが取引のために使ってる車、すでに手がかりは掴んでる。多分 S 社は無事機で金を取りに来るだろう。その時彼に隠れる場所はない。いいね。スマイリー、モードスマイリー、バリグッド、バリグッド。OK、ありがとう。Hey, may I offer you a cup of coffee? ありがとう。荣幸之子。哎，梅村小姐，你的国语说得比我好哦。一点点，过奖过奖。梅村小姐，其实我是香港来的。系咩？嗯。其实我系韩国人。哦，안녕하세요。啥事儿哎？我现在手上有点东西了。你记得有一次跟我说过，你看见阮大志和宫下的高级助理梅传美纪子出现在凯宾斯基饭店，你能确认吗？我啥也没看见。我感觉阮大志和梅传美纪子有进步的人的交易，要查清楚。看来你们的销售部门最近不好的干活，改行做调查员了是吗？你以为你自己是年轻公主吗？阮总啊，我啥也没看见，啥也知不道哎。你知不知道有辆车，车号是92397？哦，那是阮总的女秘书安琪儿的，她最近买了辆新车，应该挺贵吧？见见你，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
实下午在阮总办公室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不知道。続けてお願いしま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。皆さん、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よ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啊，孟森白，我去去去！啊，我来的亚麻达。急救人，梅干子，どうしました？啊，さっき、不是。やつは林一帯です。商工製薬会社販売総監、今年40歳、華中理工大学卒業、専門は材料物理。難しそうやな。まさか彼が愛す。是我，林一帯。林大总监，请坐。有什么话说吧。其实我不相信你跟阮大志会是那种关系。你相信也没事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说你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啊。说完了，说完了走啊。林总监，你这么晚到女职员家里面，会给人家说闲话的。你那辆新车应该不便宜吧？一个月4800的收入，就算年底奖金25000吧，加班再能有点补助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花你钱了吗？我需要跟你报税啊。发动机好，是不是6C 080442，你在查我？我想知道，你跟阮大志到底做的什么交易？男人和女人之间还能有什么交易啊？
我都说了不关你的事了，走啊。我是担心你吃亏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。是啊，陪緊啲客，佢沖涼啊，冇話佢哋中意啊嘛。記住醫生講嘅嘢，冇曬温泉啦，都拉曬皮啦喎。好啦，老公，早啲翻嚟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現在不能走。你出去会撞见他的。哎，阮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让我陪你吗？现在行不行？也不用那么心急，我现在不方便。我姨妈在这呢，要不晚点打给你吧。好，也好。对不起，妨碍你了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答应我，忘记你今天看到所有的一切。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，需要好好的放松。今晚别走吧。不行，我得回家。まさか彼がアイスなの？お金取りに来たじゃない。伏せろ。汚いやつだな。喂，那哥，看来我们两个真的有点默契啊！我真想找你好好聊聊，免得我们两个有点不必要的误会呀、啊。我这就过去。こんな遅くて、上司二人が女の部下に家に来るなんてミラクルだよ。日本語でよ、奇跡じゃお前。こせら、こせら。先輩、それだけ、それだけやめてこ。彼らどう違う S なの？ S、俺たちの存在に気づいて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。だから金も取られへんのです。誰だろうと予示しておけ。必ず S を探し出せ。制約されてはいけない。正常な取引は。保つのだ。頼みました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老林啊，我们都已经有五年的感情了，就应该坦诚相对。现在走人未必不是件好事情啊，这么多年药厂里面的客户资源。不都在你的手里吗？从一开始，我就带了一个人天南地北的跑，到现在，把销路拓展到二十几个省市，
连我家邻居六岁的小孩都知道雨露伞神片这几个字儿该怎么写。小林，往前看，现在老板想买地盖房子，不想卖药了，这个才是大买卖呀。我找个按摩师给你按上好吗？明天上午十一点，乌兰的超市有个打折促销活动。是吧？你明天会去吗？想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忘记你昨天看到所有的一切，不要说话，今晚别走。你为什么不把它散啊？我觉得这样做比较有技术含量。OK， 没别的了吗？查查炸呀，查查炸呀！早就睡了，这么晚打什么电话呀？我知道了。你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你早点休息。太晚了，我就不回了，还有很多工作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？ちょっとした。もうちょっとした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。大丈夫ですか？早くしろ。すいません。大丈夫ですか？ちょっと上。大丈夫ですか？もうちょっと上。大丈夫ですか？
取るごや。相手が金を得れば反応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る。これ一つあれば鬼に金棒や。見失うものはない。S 先生，兵器礼服，什么时候交货？土曜日、つまり明後日、午前11時オランダスバー出向だ。しかし、私たちはここで彼の出現を待つんだ。アンチロ、商工製薬総裁、ユアン・ダーチンの助手、今年26歳。西南医科大学卒業、専門は臨床医学です。臨床？臨床でなんだ、簡単じゃなさそうやな。お前が簡単すぎるんじゃこのボケ。そうやな、バレたか。黙れ。はい。ボケお前、近づくなお前。このお嬢さんはまさか S じゃないよな。当然違います。 S さんは必ず先行製薬交渉者です。でなければ機密にしかしけ売れません。それに彼の夫は男性です。男性こんなに言ってます。メガさん、声なんかいくらでも処理できまんがな。リラックス、リラックス。大丈夫です、大丈夫です。これ見てください。これがあれば大丈夫です。もう병신은진짜짜증나。もう、이거어떻게하면좋아。이거병신이다했어、진짜。先輩、夢が浅さに何言ってるんですか。向こう向いてどうすんだボケ。俺見てどうすんだボケ。向こう向いてどうすんだボケ。俺見てどうすんだボケ。俺向けボケ。あっち向いてほい。はい。梅川さん、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。金はまだあります。なんで彼女がお金が取らないの？まさか気づかれちゃったじゃないの？彼女は利用されてるだけだ。取引の内容を知らない。ということは S はイワンダーチか。彼が S とは限らない。クレマを調べるのだ。あります。今ね、あ、金を、目壊れてますわ、これ。わー、見えた。梅川さん見えましたよ、これ。今、雄弁方向に行ってます。对不起。
现在我要去渝北方向。耶，太多到别个区了，把别个车位占了哈。不要慌，我那里有拖车电话。哦，是哈那个。来来，报我的名字，打八折哟。ここで待ってますか。確かです。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。林先生，您好，这么巧。梅川小姐，巧啊。买东西？是啊，我陪我太太买东西，正要去找她。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为什么不接电话 ，S 先生？我还真差点以为是阮总，你是真的太谨慎了。银行账户和网络传输，这些邮寄录的交易方式都不采用。林先生，不要紧张，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。$200万的交易价嘛。也是我极力为您争取来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多等时间？现在交易不可以吗？东西现在不在我身上。嗯，明白。您是一个极限有原则的人，只要是有价值的，我们可以等。如果不是偶遇，我还真查不到林先生这里。想象也是，阮总不至于搬得用自己情人的汽车去进行交易。你是说安琪儿和阮大志？我查得很清楚了，早就听说你们中国企业的办公室里很乱，林先生您真的很会布局，利用了阮总情人的车收钱，还要利用他和太太经常去的超市作为交易地点，一旦事发，阮总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。你应该满意的吧？
어, 와, 亲爱的，不要皱眉了，我还没有要那款镶钻的呢。我够懂事啊。双方合兵在即，一切资源都理所应当可以共享，你为什么还要和我私下交易？满足一个人的胃口，当然要比满足一群人的胃口容易。相信林先生不会以为丽红购病成功是为了帮助他走出困境的吧？丽红利用成功在中国的销售平台及影响力，扩展自己的品牌才是目标。过不了多久，成功制药这几个字就会被中国人自己淡忘，娱乐衍生片也会被其他名字取代。我们教育的东西，你不会不明白它的重要性吧？如果没有它，成功就少了一个重要的筹码。你是说雨露散神片的配方？你说呢？品牌其实是没有国界的，既然你的企业都要出卖你，你又好比去维护他？可是我自己不能出卖我自己，你知道我为了雨露散神片这几个字花了多少心血吗？交易取消。交易已经开始了，你没有回头路。对不起，我不是 S， S 是阮大智，我只是无意中捡到了他这张电话卡。刚才咱俩的录音都在这儿了。还你啦，都在里面了。没有备份了吗？放心啦，没有备份，这种东西我不会留当纪念。我是可以发泄的。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吗？难道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？恐怕你们的交易已经无法继续了。请等一下，我这里也有一份录音。虽然我并不是很能区分你们中国人的声音，但是我是 S， 你们要的东西我有。林先生，拿了定金就想取消交易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录音。放心吧，剩下的钱不会少您的。林先生最近总是眠吧，有时候会出现幻觉，别太有压力，失眠不会要人命。记住，我们在同一条床上，船上沃兰德十一点准时见。东西千万放好，别丢了。不要给我再见到你。放心啦，周一我就辞职了，咱俩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。很好。再见再见啊，不是不见不见。你把我扔死你啊！哎哎喂！哎，你别乱来，你想干嘛？不用你啊，我自己弄死我自己，就在这里。来啊，来啊！哎哎哎哎！你买车不够的钱我已经付了，你还是怎样啊？你哎哎！我本来就跟你开个玩笑嘛，谁叫你弄坏我手机，那你就要赔给我。你也知道，一个手机抵我一个月的薪水。好好好好，我赔你一个最好的行了吗？袁总，忙着呢吧。阮总，您忙正事。
我先出去了。你咪喺屋企啊！嗱，而家咁样，我依边耽误咗啲时间，咁咧我自己去超级市场嗰边，如果唔系赶唔切噶啦。跟上阮大志，メガさん、メガさん、一番速いスピードで来ました。メガさん、大丈夫ですよ。電波はまだあります。金もあります。バーガー、S は確認した。テナゲラは遊ばれていた。阮大志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也觉得他有点问题。リン隊とアンチェロの関係はほんま簡単そうではなさそうや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叫着，我正被人跟踪，怕是有人要害我嘞。我要是死了，你别瞎说，咱俩都不会有事的。阮大志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我捡到他一张电话卡，这是他专门用来联系日本人的。我相信最近肯定有别人跟你联络过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，只有我才能办得到。你要相信我，千万不要相信别人。好的，几点在哪里？现在我懒得超市，他正准备出卖厂子跟对方交易，一定要阻止他。你赶到我懒的超市，带上相机，咱们需要证据。喂，阮总，咱们再谈谈吧。我跟你没啥好谈啊。你正在往我懒得超市这边来呢吧，不谈你会后悔的。好，我找人跟你谈呢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事儿太大了，还是报警吧。不行，他采集了我的声音来联系梅川美纪子，还用了你的车来提取定金。如果咱们没有他确凿的证据，谁也脱不了干系。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我啊。如果我是 S， 什么 S？ 我会怎么做？我一看就知道你好几天没有睡觉了，你先好好睡一下，到了我叫你啊。我会怎么做？就是姐姐学给你的。一个扫地的阿姨，她给了我10块钱。啊，请取轻物品后关好箱门。东西已经交给她了，把剩下的50块钱。高兴点吗？啊？
我平常工作那么辛苦，给个笑脸。别再说谎了，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。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。樱桃乖，告诉爸爸想去哪玩。爸爸，你休得好久。离婚吧，真的。我说了，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前面好像有事故。让他治呢。刚进停车场了。中国の交通はもうわからん。お前が簡単すぎるんだボケ。ま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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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公。哎。喂，你仲未咁准时喎？嚟，快啲拍车，唔好耽误我行嘅会吓，快啲。好。我必须在他们交易前拿到阮大志手里的东西，你就待在车里，盯住储物柜。盯着储物柜干什么？阮大志一定会来这里存东西的。阮大志，你想清楚你在干什么？你干嘛你呀？你跟着干嘛？有病啊！我劝你收手。我警告你啊！别以为我不敢动你啊！别闹得跟老兄一样伤残，滚！滚了，滚！老公，咦，点啊？得未啊？呀，你冇唔见咗啦。你落乜嘢啊？冇事吗？哦，冇冇。美川美智子朝你的方向走过去了。分头睇啊！我哋抓紧时间，好吧？我喺嗰边睇。好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林先生，您在躲什么？到现在还不可以交易吗？我刚才看见阮大志了，他正在调查我们。真的吗？我正在想办法甩开他。你要是看见他，记住，什么也不能说，否则咱们的交易就不能进行了。没有，还没有，多长？只能够相信我一个人。具体什么状况，我们见面聊啊。
要刨根烦。那个子，哎，我那个接给妹妹，儿子。三香，您也演得太投入了，您的计划太完美了，居然在阮大志眼皮底下完成了交易。放心，剩下的钱我们验完货以后一定会非常尽善的交到您手里。这个不是我的鬼，怎么不是啊？你刚才给我的密码纸的就是这个。有人害我，一定有人害我。怎么啊老公？老婆啊，我在药厂里偷掉药方出来，打算买个好价钱，现在被人偷了。我查过药箱，所有的人都没发现。这个冚家铲我一定要查出他，一定要查出他冚家铲来。哎呀老公，你小心点啊，丢就丢啦，总比抓住好啊。我看见阮大志的老婆到自助储物柜那边去过一趟。是吗？是啊。他老婆在回之前就去过他办公室了。他一直在跟踪监视，他还去过你那儿。我怎么早没想到，阮大志不可能一个人干这事儿，他把他老婆也拖下水了。停车！你怎么了？拉东西了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怎么啦？你还好吗？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我怎么这么没用？我要跟你讲一个消息，老宋死了。你一定是听错了吧？我刚跟他通电话的。真的，就在超市旁边。车祸？不可能吗？我答应过他，让他两个月后平平安安退休的。老宋一定是知道什么。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你跑哪里去啊你啊，我还真以为你知道怎么做啊。你收电脑的，你以为自己是杀手啊？什么也没干，我去找那老家伙，谁知道他突然从街边冲过来，冲到我车轮子下边，我躲都躲不开啊。他这叫碰瓷儿啊表哥。碰个屁啊，他摆明就是想死啊。你不要跑啊，你跑了你负全责。我当时脑子一乱，油门当刹车，我就撵过去了。你赶紧去自首啊，别连累我。表哥你放心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现在就去自首。哎，你开车的时候没喝酒吧？开车的时候没喝。阮大志，我你为什么在这边？这里是高雄物业，你没资格，你马上走。哎，我不是说不想见到你吗？你这么干嘛？哦，你们两个有一腿。安静！离开！不要打！冷静点！你竟然对老宋下毒手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别打扰了你！我告诉你，老宋他自己撞车想死的，他有忧郁症，医生已经老早证实了。他就算死在我面前，呕心我，报复我，
我只是按制度办事，辞退他。你还敢把责任推到制度上？推到制度上！好，青姐，冷静一点。你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你被辞退了。保安，打人！打人！打人！保安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打人！走，你怎么走？走了。ここの環境はとてもいいところです。はい。今度奥さんを招待しましょう。箱根は私大好きです。うん。主席啊，日本人的意思啊，就按他们出的价钱，一分都不增加了。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安排啊？你穿的挺喜庆，今儿什么喜日子呀？主席啊，这是按照您的吩咐安排的。我找了全城最好的婚庆公司，不是你们这帮蠢货的公司早就上市了。是是是，我马上安排，马上安排。梅干子，这错不得噻。梅干子，俺家伙个，まだいます。警官とやりあって。中国のコースほんま複雑ですわ。梅川さん、GPS。もういいよ。確認できました。S は零時台です。見てください。梅川さん、あなたほんまに最地に優れてますわ。梅川さん、僕らやっと二人きりになれました。もしお前になったら取引はなくなでいた。誰だ。大丈夫ですか。あいし、변태새끼、죽을래。俺じゃなくて、大夫。あの大夫がね、ほんまスケベなんですよ。コウジさん取って、梅川さんの胸取って。しっかり。なっぷん새끼、변태같은새끼。아구제불씨못된나쁜놈아짜증나씨我们中国人热情好客那是传统，你们不认，那好吧，咱们就谈生意。告诉你们，我们的雨露散神片这一项专利就值$100,000。$100,000。嗯。贵方的这项专利我们没有兴趣，你们可以保留。我们已经研制出更有疗效的药物，如果再没有异议的话，双方的律师就请草拟协议吧。力宏利用成功在中国的销售平台及影响力，扩展自己的品牌才是目标。过不了多久，成功制药这几个字就会被中国人自己淡忘，娱乐散神片也会被其他名字取代。我们教你的东西，你不会不明白它的重要性吧？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嗨，梅川小姐。还不承认吗？你已经通过见不得人的交易窃取了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，太可笑了！贵方突然播放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经过伪造的录音，请问到底什么意思？哎，他不是公司的人，把他带脚下来干嘛？走，带走。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说？有人出卖了成功制药，谁呀？不知道啊，这手机我捡的，不小心就听到里面的录音。李主席，不是你把药厂卖了吗？我是说私底下出卖成功制药的那个人。手机给我，别过来啊！把手机拿来，你把手机拿来，查查这个手机是谁的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拿来。阮总，我们的核心技术有严格的机密保护，除了你，谁碰得到啊？你很紧张啊？哎，你在流汗呢。
你傻笑什么啊你？安琪儿，把手机交出来。对不起，看来你们内部有事情要处理，宫下先生想回避一下。梅川小姐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我是 S。S 就是跟梅川小姐交易的人，但我敢肯定不是林以太。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。你花了200万美金，从我这儿买了雨露散神片的配方，你忘了？我是来取剩下的酬金的。窃取企业技术机密，可是严重的商业犯罪。林先生，说话要慎重，不要想清楚。我早想清楚了，只能以 S 的身份和他们当面对质，才有机会阻止这场交易。可是你不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很没有意义吗？厂子迟早会卖掉，技术也迟早会转让。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用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做的是件有意义的事儿。其实我觉得你这人挺可爱的，你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不早一点认识呢？开玩笑的，做梦吧你。我不想管你了，爱干嘛干嘛去吧。东西就在你包里，拿给老板领赏吧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一定是放了，请让开。打开包，当面验货，趁着我们老板也在，鉴定一下真伪。你不怕我骗你？荒唐！如果你心里没鬼，为什么不敢打开包，让大家看看？请让开，放手！哎，保安，保安，快点过来看一下！你干什么？放手！住手！お前何しとんじゃこれ！よこせ！よこせこれ！梅川さん、たぶんここにありますぜ。安心しや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おいおいおい、おい！痛いか？痛いか？痛いやろ。啊，爽不爽？我要去告你们！啊，这个、你们这是强奸、野蛮、侵犯人权！啊，这么这个。来来来，我就知道是你他妈的搞鬼，你胆子真大呀，出卖厂子啊！蓝总，这事是咱俩一块儿干的，你忘了？你窃取配方，我来买；你制定方案，我负责销售。在厂子里，咱们一向是这么分工配合的。你这个是赤裸裸的污蔑，栽赃嫁祸我，我等你个肺呀！乱说话。栾总，这个文件袋看起来很眼熟啊，好像跟你办公室的一模一样。这个文件袋，全厂子的人都可以拿得到的。你们两个乱说什么，肯定有一腿了。我等你两个个肺呀！我提醒你们，注意国际形象。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吧？梅川さん、あなたは裏で何をしてたんですか？本当に残念だ。我们非常气愤，你们不顾礼节，我们强烈抗议。滚！你们真的花了200万美金呢？大丈夫ですか？先生呼べ！吉田先生の指導を下ろした！先生呼べ！宮下先生！
这堆烂货来糊弄人，你也太不厚道了吧？啊，你看，你看你把那日本老人吓得什么样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事要黄了，你负全责。老板，我刚才已经把他开除了。能卖出200万美金的价，一定是个销售人才。留下。好，老板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快快 ！S 先生，你果然很会选人。不过，我觉得你人格分裂，应该好好看看一下。梅川さん、ありましたね、看板。梅川さん，都结束了，走吧。到底是不是 S？ 我而家出去买支红酒，庆祝你人生第一次煮饭，好唔好？嗯，好快翻嚟啊！好。哎呀，哎，真系烦。阿丽啊，啲菜都喺边啊？来。哇，咁鬼亂。做啊，阿丽，你以为我，你以为我唔入厨房，咁你就可以搞掂啦咩？你以为我唔知道啊？阿丽，丽，哎，美川小姐你好，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你不要相信别人嘛，他们的教育已经黄了，我们的教育还在继续啊。老地方见，价钱好商量啊。什么 S？ 我觉得他的精神真的很不好。马大夫，你是高人，请你让他好好睡一觉。他这种情况真的很罕见，我会尽力的。睡吧，睡醒就没事了。我走啦。留下来陪我好吗？我又不是你老婆。我走啦。总，你要打来干嘛呀？不好意思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又捡到一部手机。
里面好像有一些关于你的。我说你也太不小心了，总是丢三落四的。那你现在想怎样？我就是要告诉你，老宋的后事你一定要负责，墓地一定要豪华，我会盯着你，连你的丧家费一起给你。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让我整天给你使劲擦钩子。还有你，跨国小三儿啊！你要不做的话，你就不会死的思密达。游戏，哎，你们日本得是没有男人了，来勾引我的老汉。土曜日、つまり明後日、午前11時オランダスバー、タコショーだ。你的东西都在后备箱，我都收拾好了，自己拿吧。没落东西吧？其实你留着也没事儿，反正我也住不了几天了。新房子我已经找到了，很快就会搬。下周一我会提辞职报告，咱们俩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。有没有话要跟我说？
教教我这个怎么用吗？再给我拿点药吧，上次开的快吃完了。再好的药吃多了有副作用，当心哦，脑子会坏掉。马大夫，过十分钟后千万记得叫醒我，部门加班还有个会。即使十分钟对你也是好的。知道达芬奇睡眠吗？眯一会儿就有精神。老大，老大，开会了。醒了。睡多久了？十分钟吧。我该去开会了。刚才是不是有人叫我？今天是周六，还有什么会开啊？什么？周六？不说了让你十分钟后叫醒我吗？你怎么能让我睡一整天？我知道再怎么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。你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早一点认识呢？还是分开吧，我还年轻，可以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。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。现在是睡着还醒着？你是真的睡不着还是醒不了？